那除了用刚刚的这个方式之外，各位刚刚看到这地方，就是把这上面的三个有没有，个别乘上这一个三次乘积嘛，那比例不一样，就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乘积出来。那除了用这个方式，用那个这个公式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函数可以办得到。 那所谓的函数哈，也就是所谓的函数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给它我们要的一个范围，它把结果告诉我们。那这里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哦，可以用全部里面找到那个你打一个 SU 好了，或者打一个 S， 啊 SU 开头的。然后这边除了 sum 之外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它有一个 sum if， 啊，就是 sum if 的意思就是说呢 ，if 是 条件就是你要加总的条件，那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 sum， 后面有一个叫 product 哈，它这个函数呢其实主要的用途啊，类似就是我们的观念，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请你给我两个范围 ，array 的话就是所谓的阵列啊，阵列就是一个范围，有点类似一个像这样的，比如说 array 1的话是这个范围，那 array 2的话呢是这个范围，有没有两个范围它会把它怎么样相乘啊，会有个结果出来。 那第一个范围我要把它锁定的话，你就把 D11到 F11， 把它按一个 F4， 选取之后按了一个 F4 之后的话按确定，那这个地方也一样会出现我们的一样的结果。那这个地方是 84.4， 因为是有小数点，所以你可以把什么呢？这边可以把它显示两列按钮哈，那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小数点嘛，把它减少掉，那这样看起来就会是一样。往下填满，那结果会不会一模一样呢？当然会一模一样。 好，因为这两个差别是说，这个是用sumproduct 的函数哈，sumproduct， 那这个函数呢，主要就是说呢，它可以把两个范围把它相乘，好，两个范围做相乘，那只是说第一个范围要怎么样呢？要把它做锁定的动作哈，那这个是用sumproduct 函数，那刚刚用的是什么呢？用公式，那结果是一样，不过呢哈，这个sumproduct 它一定要是连续的范围。 你如果中间有被隔开来的话，就不适合哈，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sumproduct函数的使用方式哈，来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。